这点钱都不借，太小气了吧。这点钱都缺，太没用了吧。大家都叫我于姐，因为我从不让自己吃亏，不好惹是我的标签。但过去的我却是个人人欺负的软柿子，从小父母就说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怎么他就欺负你啊？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忍忍就过去了，女孩子别那么锋芒毕露的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谦让、克制、容忍，我不会拒绝，也不敢反抗。小鱼，你这支口红明显我涂更好看，给我了。啊，好吧，我以为好脾气就能有好人缘，但却让恶意变本加厉。哦，小鱼的呗，反正他也没脾气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学着变得不好惹。离我远点，那点针线活留着回家做吧。不仅没有得罪人，反而赢得了更多尊重。Mary， 我晚上有约，帮我把这个方案弄完啊。我，那你工资分他一半啊？啊，于姐，我跟他开玩笑呢。善良不是软弱，不好惹也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有底线。告诉那些欺软怕硬的人，小心点，伤害我的代价会很大。你可以温柔，但更要强大。